定期修剪自家透天厝外爬墙虎，屋主细心照顾绿意美景，覆盖整栋透天厝。海葵台风过后变成这样，海葵甲渗落啊，安尼哦，啊其实就渗袂落啊，因为我伫地基咧造顶楼吼，我伫顶楼遐我有甲修啦，啊伊安全率都还不够啦。一年四季的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它冬天就是都会像枯萎这样子，它都还会修剪，都会整理。所以你到春天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就绿油油的，很漂亮。位于台南的公园路上，绿油油透天厝变成附近居民心中另类地标，遭强风吹落一角，让民众直呼可惜。整栋透天厝看起来像是脱下了绿色外套。对照台风前后景观，屋主种的爬墙虎爬满整栋透天厝，至今有大约十年时间。海葵台风强风一吹，整片垂落，等待修复。这老天自己让他看到了，这样种多久啊？八月中起来是去年，所以现在应该超过十年了，我都用做了六年多了。屋主观察爬墙虎只是垂下来，没有伤到根本，想办法救起种植多年的心血，让透天厝绿意美景重现。三立新闻王绍勇、王玉文台南报道。